拎啥呀这是啊？我买的三件套，公司那个被子要套的。带你去吃板面，今天不做饭了。好吧，改善伙食啊。改善个小伙食，河北的安徽牛肉板面。行。昨天一起跟我一同事一起那个团购的那个鸡爪，忘吃蛋糕了。给你买，走。在哪儿呢？这可以修衣服吧？那可以。衣服拉手。拉链拉不上了。这链一拉不上，你拉这都断开。我来，我来，你看看。就合不上是吧？对，你看我往这拉。就这儿。就这个我一拉它掉，我刚才有骑自行车一下开了，给撇开了。分叉了。分叉了。这个太松的事儿，因为我拿那个。锤子锤了一下都能拉上了，看见咋样？以后天天穿这衣服。行，可以了。好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这一种顺畅了。嗯，行，拉的时候别拉这么。行，走吧。终于修好了。有件新衣服了，你是吗？对，突然感觉有了一件新衣服。衣服特别暖啊，主要是。感觉又晒了一起呗。抽想吃啥买。好多人呢。拿两个呗。一个够了。再拿一个吧。慢走啊。那这边结账吧，来。好吧。够。走，去吃板面去，一路向北。我一路向北，就这家，咱那胡同里的板面。一进屋就闻着味儿啊！先关这吧，我去要面去了。嗯。收款成功。点完了。嗯。我的戏呢？看着不太辣呀。嗯，你这拍了，我的是宽的。拿下。就这味儿。给它加辣，加辣了吗？加了，这都是辣。再辣点啊。对，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嗯，俩一起吃吧。我看到了。嗯。你不吃啊？不吃。我最爱吃豆皮了。行。不问你。我是青菜小户，你是青菜大户。我受不了了。那我就勉强接受吧。少来点，少来点。行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慢慢吃，别着急。说吧。够了。走，新年的头。你把人家那个花叶子放掉那么多。行。这个小路，这小路好安逸呀，走着。流量能安逸。对。那年我撞了插兜。嘿嘿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手。